你知？哦，思辰呢？小吴去瑞金有3天了吧？是不是该回来了？这两天估计就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这自打有了孩子之后，就再没帮你整理过报纸了。孩子呢？刚睡下，杨护士帮忙看着呢。刚刚在整理报纸的时候，让我想起咱俩之前在井冈山那会儿，知道你爱看报纸。 我就四处想办法帮你搜集，可那会儿哪有那么多的报纸啊？后来我就联系上一些小商小贩，让他们帮忙从山下捎些报纸上来。可他们每次带来的报纸啊，都是过期的，新闻变成了旧闻，日期根本就连不上。可是即便如此，每一张送到你手上的报纸，你都拿他们当宝贝一样。 蒋介石他不让我们抗日，跟国人自相残杀。我宣布，26路军正式起义，加入红军，联共反蒋。怎么了？ 我盛同志是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英雄，他是坚定的革命战士。26路军能够起义，带来了1万7000人，他做了了不起的贡献。这么好的同志，却在第4次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了。 我盛同志带领26路军起义，才刚刚1年多，他的功劳，我们红军永远都不能忘记。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要给他立碑。 中央同意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，并在瑞金建立纪念碑，以此来纪念牺牲的赵博生同志。董军团长，一定照顾好博生同志的家人。有什么需要，我们一定尽力满足。请中国军委放心，我已经亲自安排好了。另外。 刚刚得到的消息，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平安抵达瑞金，还有，洛夫同志在半个月前也已经抵达瑞金，后面陆续会有更多的同志赶过来。好啊，咱们苏区的力量又壮大了。嗯，呵呵。本来同志，人已经到齐了，开会吧。嗯，同志们，目前我军已经完成了对南丰城的包围，按照原定计划。 是要向南丰城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，但是敌情发生了变化。陈诚命令国民党军第8师据城固守，同时令各纵队火速支援，企图合围我红军与南丰城下。我跟老总驾饷商量了一下，认为此时攻城已经不合时宜。嗯，如果我们现在打，会重蹈打赣州的覆辙，久攻不下。 将为我军造成巨大的损失。当然，也想听听你们军团指挥员的意见。我同意中革军委的意见，现在确实不适宜打南丰城了。由此情况，我们可以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，重点消灭敌人的先遣队。嗯，我也同意啊。
咱们可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，剩下的再挨个击破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既然大家都同意，老总下命令吧。我们下一步的作战计划，红十一军伪装主力东渡府河，向黎川地区移动，吸引敌人；而一三五军团主力秘密向西南移动，转移到宁都东哨口地区，隐蔽集合，寻找战机。这一次我们争取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。同意。同意。同志们，我还有一个提议。临时中央的博古同志既然已经抵达瑞金，我想和大家一起联合呼吁中央，让泽东同志回到瑞金继续主持工作。我没意见。同意。我同意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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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证件。对红区的第四次围剿出现了重大的挫折，委座震怒，亲自飞赴南昌，把我也叫过去骂了一顿。这说明什么？啊？说明我们的经济封锁，我们的金融破坏没有起到效果。我想问一下诸位，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啊？你还有余毅，你们俩干了些什么？你们是吃干饭的吗？主任，都怪我们工作没有干好。我跟余毅中校共同制定的对共军金融秩序的破坏计划，里外都已经准备完毕，现在就在等一个机会，等一个时机。等等等等个屁！再等下去我都要被撤职了。余毅那边呢，我也催了很多次，他却一直纹丝不动，对于行动始终保持静默状态，给我的理由是感觉当时行动可能会有风险。你转告一下余毅啊，我让他潜伏下来是伺机而动，不是一动不动，明白吗？是，即刻传达您的指示。诸位啊，共军是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但是他们面临更大的军事清剿就要开始了，我们现在还有一条出路，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，想尽一切办法让红区的金融秩序混乱起来。各位，这是一场金融战争，懂吗？明白。告诉于毅，他的那个计划马上实施，如果他再静默的话，我可以把他撤回来送到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。是。出去。这是我们最初的造笔机，我们叫它天对。您看到了，这个设备啊比较落后，生产效率也是比较低，还是要想办法换新的。您看看这个，这是我们银币质量的检测区，我们会确保每一枚硬币保质保量。同志们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临时中央的总负责，博古同志，大家欢迎。你们好，这个硬币的生产跟测量都是一些细致的活，你们要用点心啊，先忙吧。这两台机器呢，是我们打下漳州之后从国民党张真部缴获的，现在我们造币啊主要就靠这两台机器。陈云同志，这个机器我们在苏联是不是见过呀？是啊。刘亮好。你好，这个机器的这个速度啊，能不能再加快？博古同志，这个速率已经是最快了。现在不光是这个机器，就连我们的工人，都是在加班加点，没日没夜的在干。不管怎么说啊，我们中央造币厂、印钞厂必须要加大硬币和纸钞的生产，优先保障前线战备。和物资供应，为中央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做好准备。现在呢，我们临时中央已经转移到了苏区，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同志要赶过来，所以
我们的中央机关办公场地是不是不够用了？必须要尽快物色一个新的地方。好。另外，我们的礼堂是不是也小了？是，小了一点。你看，像这种既用得着又能彰显我们成绩的设施，一定要多建一些。放心吧，我们总务厅呢一定积极推进，尽快落实。赵厅长这个态度啊，我非常开心。但是推进和落实需要钱嘛，所以我们财政部、国家银行是不是要积极配合？明白，我们财政部一定会全力配合。博古同志，再参观一下我们的印钞厂吧。好啊，项目主席，走。小红，师兄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前天。那你小子回来不找我，忙大任务忙忘了吧？我这不是刚回来吗？还有一堆文件没有处理呢。我说呢。对了，那个财政部的唐仁礼你熟悉吗？哦，工作上有来往啊。他不是会计科的会计吗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师兄。哦，明白明白，不问啊。哎，今天让我逮着你了，走，上我那儿坐坐。哎，不是，师兄，我这东西还没买。走走走，谁让你回来不找我来着？你这。谁啊？唐科长。啊，于干事，这么晚了，您找我有事儿？啊，白天啊有工作耽搁了，这些是我们总务厅的单据，赶紧给你送过来，别耽误你们对账。好啊，进来坐会儿吧。太晚了，早点休息吧。那行。您慢走啊。哎，老板，帮我来碗面吧。好的，你先坐。好。这儿没人吗？坐吧。老板，我的面快点啊。哎，好嘞，马上。
还有我对工作的一点意见，这还是意见吗？啊！我给你们大家念一段话，非常精彩。游击战争政策是积极的、客观的，绝对符合红军和苏区人民切身利益的。如果我们不集中较多的力量，发展武装、游击斗争，那么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、向主席、周恩来同志、任弼时同志，或者到苏联去请来斯大林同志，或请列宁复活，一起到上下西南，或者到其他地方去，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，加强政治宣传。我想，也不能彻底改变群众的情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檄文啊！这是向中央进攻路线的宣战檄文啊，同志们！欧同志，你也别发这么大火，话也别说得这么重。但是啊，这个报告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啊，这跟毛泽东同志的论调差不多吗？是不是？是有点问题，但是咱们不要急于下结论嘛。这个是一点问题吗？他罗明搞游击战，是奉毛的指示，他的工作方法也是毛的那一套。省委一级是这样的工作状态，我们还怎么在瑞金立足？我觉得吧，先找罗明同志谈一谈。对。先把他找来谈谈嘛，啊！去把他叫过来吧。罗明同志，下面呢，我们问你几个问题，希望你如实回答。好，共产党员理应光明磊落，我有一说一。好，我问你，你罗明同志，你在报告中写啊，游击斗争政策是积极客观的，是符合当前红军和苏区人民切身利益的，应该集中较多的力量发展武装游击斗争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违背王明同志的指示和中央进攻路线，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。我写的都是福建的实际情况。实际情况？我看你就是公然和中央。这里面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。什么是罗明路线？中央定性，所谓罗明路线，是目前对于革命形势估计的悲观与失望，对敌人的大举进攻张皇失措，
还撤销了罗明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。对这件事情，我们要有态度。现在正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，不能让这股风刮到部队里来啊。是啊，安来同志，朱老总说的对。大家的意见，我会向中央反映。但眼下最重要的，不能因为这件事耽误了前线部队，尤其是那些基层指战员。安来，把我们中革军委对这件事的态度立即传达下去。好。根据博古等中央同志的指示，我们总务厅呢制定了一系列的建设规划。比如博古同志上次提出来，我们中央的同志啊即将纷纷到达瑞金，这中央机关的办公地完全不够用的问题，所以说我们总务厅研究了一下，想在叶坪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，重新盖一个更大的办公楼。趁此机会呢，我在这儿宣布一项决定。为了方便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，现决定将苏区中央局跟临时中央进行合并，预计在6月份统一改称为中共中央局。所以啊，刚才赵宝成同志说的，我们中央机关需要一个更大的办公场地，是完全有必要的。啊，对了，张飞同志，听说你的设计水准特别的高，那画图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，你要用点心啊。好的，博古同志，我觉得如果新建的话，可能不太妥。一来是周期比较长，二来这个资金也实在是个大问题。刚才不也说了吗？这是实际的需要吗？哎，是是是，新的办公场所肯定是有必要的。我的建议呢，是能否继续用这个现有的场地，哪怕稍微改造一下也是可行的呀。邓部长说的也确实是个现实问题，我们要是新建的话，这一年半载也不一定盖得完。那就算要找一个合适的场所也不大好找吧。啊，有个地方非常的合适，我已经考察过了。看一下，咱们现在在叶坪，往西有个地方叫沙洲坝，这个沙洲坝呀，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。再往西有个云雾山，也非常适合隐蔽。而且呢，沙洲坝有很多闲置的房屋，只要稍加改造，就非常适合用于办公了。博古同志，你来一下。那你们一块儿讨论讨论，研究一下。沙洲坝，沙洲坝，怎么了？共产国际来电，同意安来他们的建议，希望毛泽东同志为政府主持工作。嗯。主席，主席，您看谁来看您来了？主席，少奇，哎呀，主席，哎呀，少奇，你怎么来长汀了？啊，我来福建省委办点事儿，中央局让我带给你一封信，让主席啊回瑞金主持政府工作。
说是回来休养，也没见你待两天就说走就要走。我看你这次回去不定是好事。前几天听州就有人传罗明回福建就挨批了，我担心你这回去批他还不是因为我呀。我回去也好，让他们当面批评我，从批一直批评他强。要我说你就别回去了，你就跟他们说你身体不舒服还需要在这儿休养。好了，子珍，你现在身子弱，别老为我的事儿着急上火的啊。春节之后我就把你还有毛毛都接过去好不好？毛毛，爸爸走了之后啊要好好的听妈妈的话，知道吗？到时候啊爸爸给你买金箍棒好不好？哎，给你也买一个。主席，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常备药，您带上。另外平时您还是要按时吃饭，注意休息啊。谢谢。还有啊，我要谢谢你们大家，是大家最近的辛苦才让这次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。在这里我要说一句，你们辛苦了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好啊，虽然你们刚刚回来，但是不久我们就又要在瑞金见面了。副连长同志，同志，向阳和子辉同志给我回信了，同意了我的建议。这才是我们革命者应该有的血脉。为红军救死扶伤，为百姓寻医问药，你们的使命无限的光荣啊。我在瑞金等着你们啊，我在瑞金等着你们，等着你们啊，一定快点来啊。辛苦了。辛苦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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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瑞金等着你们啊。老千吧，终于有米了。好，好嘞，慢走。哎，慢走慢走。老板给我来四斤。好嘞，来。终于有米了。老板，阿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是前几天在广场。哦哦，前一阵子在那个广场扩红站。对对对对。阿婆，这看样子最近生活过得不错呀。哎呀，挺好的，这柴的问题、米的问题，哎，世俗啊都在解决，哦，还用那个扩红，他也不生拉硬拽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还要
回去做完饭，还要赶紧参加那个劫道互助组帮红军啊赶至村庄呢。老婆，那我呀在这儿给您道喜了。哎呀，还不是托一艘大一周年，托毛主席的福。咱那个生活呀越来越好了，跟着共产党就是有希望。等我小儿子出小毕业了，我还送他当红军。好啊好啊，阿婆好，那您慢走啊。先走了。哎，好好好。主席，看来您的指示他们已经调整落实了。好，您走。谢谢老板。别急，各位邻居都能买到米，一个一个来啊。好，又还是高高的，来吧。主席，好，第八同志，天真同志，你们好。主席，听说你们要回瑞金了，农民书记他有事来不了，专门嘱咐我们过来送您。那这两匹马您拿去。心意我领了，这马呀我就不收了，我呢还是想多走走路，顺便啊多做一些城市的调查。立发同志啊，你最近的工作大有长进呢，附近的老百姓都在表扬你，我希望我下次再来听州的时候，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吃到你炖的那只鸡。是，有时间的话去帮我看看罗明书记。好，放心吧主席，一定完成任务。好啊。一共16斤肉，2块大牙。谢谢老板。哎，同志同志同志，你等等。同志，这钱你没拿着，这猪肉算我送给你们的啊，拿着。哎，那怎么能行呢老板，我们红军有规定必须得付钱。哎，拿着拿着。哎，同志同志同志，这钱有什么用，都是假的，哎，还不如白送给他们落个人情。老乡，你为什么不收苏币啊？这苏维埃的钱啊根本就花不出去。为什么呀？你不知道这苏维埃钞票好多假的，我那收了好多呢。哦，我能去看看吗？行，你跟我去看。孟科长，纸张很像是印钞纸，但是质地纹路和我们的纸还是不太一样。就这手感和硬度来讲，一般不是和金钱打交道的人还真是分辨不出来。我就说嘛，摸着它有些不一样，所以我才拿过来让你们看看。油墨也不对，我们苏朝是用土办法制的，这味道不是这个样子。图案的纹样仿得很像，印的也很精细。王行长，你看周边的纹路和层次啊，都没有我们真钞印的那么分明，普通人想发现这个很难。王行长，能仿制到这种程度肯定是小作坊干不了的。是的，小作坊做不出来。刘老板，这些票子都是从哪儿弄的？有人在我店里买货付给的，我当时不在，是我女儿收下的。我清账盘款时发现这一张不大对劲儿，我就有些疑虑。哎，真是倒霉呀。很感谢你能来这里如实地汇报这个情况。
啊，怎么样，回来了？回来了。嫂子和孩子还好吗？好得很呢。哎，我找你啊，是有正事。来，你先看看这个。 假钞的问题可不是一个小问题，而且啊，已经在多处出现了，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金融混乱。曾明同志，是不是派人到造纸厂去调查一下，不排除有人暗中捣乱呢？我已经调查过了，这些假钞的纸都不是咱们本地生产的，关键呀是要找到假钞的源头，搞清楚他们是怎么流进市场的。 要保证货币的安全，啊，另外啊，要做好宣传的工作，告诉老百姓如何识别假钞，防止假钞的再流通。老毛这个建议好啊，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我们先做好舆论宣传工作。我建议，动员各个机关单位投入这次舆论宣传工作当中来。 长江水向东流，漫漫长征路无尽头。曾经并肩的战友，是否已化作？ 那漫天星斗，待我荣归后再聚首。恰同是少年烽火依旧，沧桑大道多险阻。 照亮着天空，无尽的辽阔。
换新天，带春暖鲜花开满山。